什么造型？头上这是啥？丝袜吗？咋的了？你是个女的，女的知道不？你头发都没我头发长，你头发整头发套上吗？你长得跟男的似的，好像咱俩哥俩。哎呀我天！娘娘好看吗？好看，能不好看吗？你最好看了。娘娘小秋，你这啥呀？巧克力，明知故问，之前你不吃了吗？巧克力啥呀？好吃吗？不好吃。不好吃啊？你呀，好不好吃？你吃啥不好吃？吃吧这个。咋的了？不好吃，我不吃。不好吃不吃，别吃。不好吃，你这个装的，给我这有夹心有不夹心的，炸好。夹心的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还不吃？你吃啥不好吃？你又没吃过，搁那给你装，啊？哎呀，打不开了啊！我吃，我再吃我都流口水。啊，太醇香了。咋的了？咬手了？巧克力就跟你手一个颜色了。下巴拿个筷子，拿个筷子吃。妈，你走，太费劲了啊！真行啊！这把行了，瑞秋，不要手了，鼓打，干好啊！干好。哎妈！这行，你筷子还是筷子好使。那会用不？哎妈！干啥？这干啥不行？真的是。